记者于兆福基隆报道，由基隆市政府与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共同举办2018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基隆场，今日在陆河停车场登场。基隆市长林佑昌应邀出席并代表接受由14个金融机构联合募集180万元捐款，捐赠基隆市政府社会救助金专户。林佑昌亲自颁发感谢状致谢，期许金融界把投资能量放在基隆，基隆将是大台北首都圈发展新力量。捐赠仪式由金管会主委顾立雄见证，金融总会理事长许章尧代表，先后将14个金融机构及相关单位联合募集新台币180万元捐赠基隆市社会救助金专户，以及原油会募集发票将全数捐赠给基隆社服务单位，推动弱势及公益服务。林佑昌代表接受并回赠感谢状，亲自向各金融机构代表致谢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，以慈善公益及金融知识宣导为主，安排舞台活动、趣味竞赛、金融知识 Q